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这些年啊，塑料管材凭借着它节能环保、轻质耐腐蚀的优势，逐渐被应用在了集水、排水啊，以及天然气的输送，甚至是电缆、光缆这些信息科技方面。随着应用领域的不断的扩大，人们对于它们的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哪怕是很微小的一个技术的偏差，都有可能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甚至会引起管道爆炸等无法估量的严重的后果。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线监控就变得十分重要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绵阳沃斯测控，了解并感受他们为了塑料管材质量监控事业所付出的匠心和努力。我的个人爱好是射箭和穿越，穿越能让我静下来的一种方式，通过穿越锻炼自己的一个在逆境下的一种坚持，一种愈挫愈勇的一种能量或者决心。射箭呢，我认为它可以提高我的专注度，但这支箭从你手上出去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你这支箭有没有在靶子上。这个要求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非常的专注，才能达到这一点。2007年，唐浩结束了多年在外企的工作经历，回到家乡，创立了沃斯测控。从他把塑料管材在线监控这件事当成了毕生奋斗的事业那一刻起，除了专注与坚持，他付出更多的是决心与勇气。当时要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也下了很大决心，因为这个产品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陌生的，或者是需要挑战的。在中国，塑料管材实时监控属于起步较晚的新兴产业，有着很高的技术难度和专业要求，这也是国内技术水平一直落后于欧美国家的重要原因。在打造中国自主品牌的创业历程中，沃斯测控不断完成艰难的挑战，在收获欣喜成果的同时，也为塑料管材实时监控事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技术经验。当我们进来之前，国内这个是空白的，没有一家做这个管材，特别是超声波在线测控系统。中我们把它做成了，目前而且我们做到中国，在这个行业里我们基本上是领跑者。在我们设计之初，我们就考察了我们国外同行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了大量的改进。我们设计之初的产品就是全自动的，让工人就彻底解放出来，这也促使我们也促使了国外的同行去改进他们的产品。正是凭借着恒久不变的专注与努力，沃斯测控不断取得技术上的突破与创新。这些被安装在生产线上的实时监控系统，就像是守护品质的先锋卫士，时刻确保着管材生产能够高质量的进行。对于挤出产品而言，
塑料管材的厚度是产品质量最关键的因素。而在生产过程中，管材始终处于密闭真空环境中，这给测量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平均壁厚的稳定并不能代表这个管子就是中间没有任何的缺陷，因为我们的管子两端是可以测量的，而管子的中间它是没有办法去量得到的。超声波在线测候系统，它是一个实时的高速系统，它能捕获瞬时的短时间内的一个质量缺陷或者偏差。沃斯测控所采用的超声波测候系统，依靠接收超声波在不同密度管壁之间的回波，通过对传播速度与时间的精确测量，从而计算出管道的厚度。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管材的振动和各种电器的干扰都会严重影响超声波测量的精度。即便是简单的原理，应用在工业现场都会十分困难。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值得用一生去追求。在实时监控领域深耕探索的进程中，沃斯测控也不断迎来了新的挑战。这只直径宽达 1.6 米的输水管壁厚足足达到了10公分，实现这种管材的厚度测量，从系统的设计研发到机械安装，都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的话还没有测这么厚的管子，看一下有多厚，那我们都是拿了一个吊车，一个吊过来，从窗户上把窗户拆掉，把它搞进来。这根管道我们3米长，接近1吨重，太大了，太重了，非常危险。但是我在乎的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么大的事？在乎的是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能力去做一套中国最大的系统，甚至来自在世界上也是。当我们发射出去超声波，当它再反射回来的时候，它穿越的厚度很厚的情况下，因为它太微弱，那就需要提高我们的系统的灵敏度。那这种灵敏度的提高就意味着我们原有的一些测量系统里面的所有的电路的器件都需要做调整，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你整个系统可能推翻来攻。如果用这个基底电压去测这么厚的这个管材的话，那实际上可能就基本上看不到回波信号，对，因为它的基底电压太低了，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需要改进的。就是这个，如果是特征的厚的话，我们要把这个基底电压要提高到多少？这个要做实验，估计的话应该至少应该要300多伏，接近400伏。当然因为信号很弱，对我们后面的这个信号处理的这个算法的要求也很高，所以说我们的信号处理算法也是需要再进一步研究。艰难的安装工作终于结束了，
就在大家都怀着满心期待时，一只测量臂上的超声波探头出现了问题。它涉及到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万无一失的去做，每一个探头的螺丝拧的用力度都是需要去把握的。真正做出来我们中国第一套能够测量1.6米的测绘系统，那么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我们取得了成功，那这块呢我们非常稳定的数据，我们团队为这个事情也非常兴奋，非常欣喜。这是我们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件事情。从芯片电路设计到监控系统安装，凭借着一份专注与拼搏的匠心精神，沃斯测控实现了一次又一次技术突破，进行着在实时测控领域的实业梦想。很多人觉得哇，我们这个做实业的太辛苦了，但实际上我觉得当你把你的工作目标作为一种享受的时候，没有那么辛苦。专注探索，努力拼搏，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沃斯测控将继续前行。